Team from 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, mainland China. Oh, 完全没有想到，我没想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其实我无数次的有幻想过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肯定，没有想到是在现在，好奇妙的感觉。那在整个拍摄过程，你自己觉得最艰苦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最艰苦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最不愿意拿出来的东西，然后在拍摄的那一刻你要释放出来，因为这个戏特别的不同，这个人物特别的不同，所以他需要你无比的对导演无比的信任，对对手无比的信任，对这个角色无比的热爱。我觉得就好比这个电影一样，我没有想到最后会走向哪里，正因为这样的无知无畏，就跟着电影这个魔力引领到了现在。所以谢谢电影大神对我的眷顾。